谨慎地把辅具放上车后，随即出发，没一刻停歇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志工周荣南协助运送轮椅。即使日前小中风，志工行不中断。啊，去看，结果照起来，脑胶有一个乌乌，啊，即马拢有伫吃药啊，小中风啦。咱做一个工课，我嘛拢出来伫做啦。我这辅具中心，我嘛拢有伫载啊，载环保啊，像我拢有伫做。很精进的一个菩萨啦。他的身体还欠安，可是哈，每一件的活动都不会空过。志工精神，把握每个付出的机会。这天服务的对象是慈济家人，志工杨芳华的妈妈。志工陪伴老妈妈是坐轮椅，也陪她聊聊天。她高龄97岁，日前因右下肢肿瘤到医院手术。开刀了，年纪伤大，所以底下大八天。不仅是贴心的把辅具送到家，先前在浴室、房间都安装了扶手，以防老人家摔倒。真的很方便，哦，这样等于说他起来的时候，他可以使力，哦，对，这就是很方便，啊，不会跌倒。这就是安美专案，除了提高居家安全，环保辅具让患者行动便利，志工以爱护家人的心尽全力付出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吴淑良、张国辉云林报道。